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。粵港澳三地有龐大的人口，亦都具備經濟實力，對內輻射及帶動泛珠三角區域，對外連接一帶一路和國際市場。大灣區的發展將會有助知識產權商品化，提升整個區域的競爭力。今次請來的嘉賓是一位香港企業家，透過管理和善用知識產權，令業務越做越大。我估呢個是你哋公司的作品，咁就係咧 Colido 3D 打印機打印出嚟嘅蛋糕。哇！你哋研發隊伍都花咗好多心血。係啊，呢部 3D 打印機係我哋天威公司自行研發嘅產品嚟噶，有好多專利喺度嘅。我哋個打印平台咧有一個特殊塗層，就配上一個有高精度嘅打印頭啦，同埋有專利線料耗材，令到我哋嘅打印品咧可以做到超高嘅質量。你哋點樣利用知識產權去推動公司嘅發展呢？我哋公司對知識產權嘅管理咧非常重視嘅。喺內地啦、香港、美國、歐洲，我哋有超過2000多個專利，係我哋嘅產品取得市場先機嘅重要元素。我哋嘅總部咧就喺香港，研發啊、生產啊、內銷咧就喺珠海，外銷咧就喺澳門。这个就正正结合了大湾区内不同城市的独特优势，帮助到我们开拓到国际市场，业务发展相当理想。多谢你的分享。